今天要去找一个公主，她很喜欢哈哈大笑，有长长的头发，头发上面还有辫子，最重要的是她还会嘟嘟嘴。哎，嘟嘟，长发辫子，笑嘻嘻。啊，不是这个，不是这个。可是我觉得完全符合哎，不然拿去看看那个公主是谁好了。你是哪一种公主？对，很多种。好好笑的公主。好好笑。请问你的好好笑是什么好好笑的公主啊？一二三，哟，她有秀她的手，不是，而且她的眼睛有一种很媚、很勾人的感觉。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一个别的。一二三，真的。你可以停住让我解释一下吗？等一下，我跟你说很好，继续做，你刚刚非常好，非常的好。我跟你讲，一个专业的模特儿，他的手就有戏。你看我们真真的手，公主跌倒的时候都怎么跌倒？你会吗？公主跌倒的时候，她不会跌倒。为什么公主不会跌倒？我想知道了。因为公主呢，她会慢慢走。好的，那我倒是讲到重点了。但是今天有个公主。他不小心踩到香蕉皮了。对，因为就是慢慢走。还是跌倒了。我觉得你一定会知道他跌倒的时候是什么姿势，对不对？对。好。有一个真真公主，早上心血来潮的往前面走。走走走。她看看了天空。天空在上面。她看看了自己的裙子。裙子摸一下，摸一下。对。她看看了自己的戒指。戒指，哇，好漂亮。继续走，继续走。一直看着戒指。突然间踩到了香蕉皮，跌倒。公主，公主。还好啊，公主，你还好吗？哎，等一下，我觉得他演得很好。我跟你说，这个演员不得了。一二三，大家好，我今天要表演的是童话公主。你忘记说你叫什么名字？嗨，一二三，转。你好，我今天要表演的是童话公主，我是王玉珍，我五岁。再一次，可以。公主，我跟你说，我们呢、啊？那个，你刚刚怎么忘记笑哈哈了？是太紧张了吗？一二三，你好，我今天要表演的是童话公主，我五岁，我是王玉珍。城堡里的童话公主，善良的心还要心头，总是开心的跳着舞，期待她的妈妈完成。城堡里的童话公主，善良的心还要心头，总是开心的跳着舞，期待她的爸妈完成。公主喜欢和你笑，分身的宠物没烦恼，小公主又在你身边了，喜欢听你唱歌童话歌谣。公主喜欢和你笑，人生到热闹的逍遥，那么的时候快让给你欢笑。你真的是从妈妈肚子里面生出来就会哎，这真的很小哎，这个有两岁吗？那你后来长大之后有变不一样吗？嘟嘟嘴的地方有没有比较厉害了？要怎么样厉害？嘟的时候会有一点开开的，我小时候开不会开开嘟。嗯。我要摸牙齿。这样吗？不是，要摸到三颗，三个。那我三颗牙齿。好难哦，三颗。我知道他怎么确定的。他嘟完嘴之后，手会去摸牙齿。那你自己确定是一杯开始。嘟嘴，确定。确定一下牙齿。确定三颗。一，二。确定好之后，嘟嘟嘴 pose。pose。大家好，如果
你喜欢观赏我们的影片，千万不要忘记跟彩虹姐姐一起按下订阅键，这样就可以常常看到我们。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更精彩的节目，也要记得看这里哦。